好，来，在这一边我有 fx 等于 ax 减 b 和 x， 然后他叫你找 f prime x in term of a 跟 b， a 跟 b 是 constant 来的，本马拉就是 constant 来的，所以当它是一个号码就可以了。 OK， so 我的 fx 呢会是等于 ax 减 bx power 减 e， 所以我的 f prime x 呢它会变成 a 减减减加bx 减2，然后它会变成 a 加 b 波 x 块。OK， 这就是我的答案了。OK，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一种东西呢？因为我知道我 d 波 dx for constant 会变成 0，d 波 dx for constant x 会变成 constant，d 波 dx for 那个 a，d 波 dx for 那个 ax power n 的时候，它会变成 a n。x power n 减 e， OK， 所以我在这一边我把我的这个丢去前面再减 e， 所以它就变成减，诶，没有没有，就放错地方了，我应该是在这边丢来前面再减 e， 所以它变成减减加，